欢迎收看重武干事 TV。 今天是台湾卡丁车锦标赛小型赛车公开赛力保站。今天呢，这个天气你看哦，诡谲多端，一下阴天，一下晴天，然后一下又飘雨。等一下我们即将进行我们的排位赛，那排位赛就决定了明天出发的顺序。单数 MAX 组总共大组别有39台车起跑，非常的多车辆。那其中来自了中国大陆的车手、日本车手、台湾车手，还有其他香港车手，非常多来自亚洲区的车手来这个力保赛车场。力保呢，它组合了高低速弯，还有上下坡的路线，赛道的幅度跟宽度也比较宽，所以会让你有非常多的错觉，你有可能会忘记刹车，慢一点刹车，或者是太早刹车，或者速度太快，就容易冲出赛道。先来到卡丁车赛事接访时间，好，这空档时间，我们访问到这个拥有10年赛车经验的小富。那我们问一个很私人的、私密的问题，请问你一年玩卡丁车花多少钱？说真的，没有特别去算。现在让你掐指一算，掐指一算应该也有个，今年这样子花下来应该会到个70以上。70万一年，就是说。他年收入最少300万以上，好不好？不要绑架他，好不好？身家不菲。好，那所以那你建议这个我们初学者来开这个卡丁车，它算是比较低阶、低开销的一个赛车运动。你觉得每个月你要多少的娱乐费？可能要2万吧。很中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轮胎的消磨，然后要路途啊、赛事啊、油钱啊、技师啊、场租啊各方面，所以。这个是真的非常忠诚的建议，你要准备2万块才能来个玩卡丁。2万是低消，低标，低标就是2万不太变快。对，两万不会变快。好，4万。我们等一下排位赛。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排位赛的目的，就是说让你的下场测试的测时的秒圈秒数，来排定你明天起跑的顺序。好，最快的那就排第一个，那依序就到后面。那我们排位赛是有几圈？好像是7圈还是8圈的？大部分是排位赛是排8分钟或5分钟，在这个时间内大概要做出圈数。那一般来讲，其实可以做的圈数大概在3到6圈左右，你就要做出你最快单圈。所以排位赛有一部分也要靠运气啊。那有一些就是不是顶快的车手，他万一跟到一个快的，搞不好让他不小心做出快圈数也是有可能。所以其实策略也蛮重要的。他车子上面有贴符咒，对，已经用魔法来比赛车，对，好可怕！是什么赛车界的技术已经到一个层面的时候，你就要祈求巫术了。OK。顺利吗？顺利吗？
半半，53.591。今天的 qualify 顺利的结束了，那刚刚大概是在 B 组的第八位，第八位，好慢了，到53.59，好慢了。搞定，下班。下雨天吗？啊，喜欢下雨天吗？没有差啦，你后面的全部都是 DNF。
怎么被弄掉啊？好可怕！对啊，大家在干嘛？大家都最后决赛就是全部拼搏了，对啊。等下一站永安见了。对，追不上人家是我们的问题，防守不好是我们的问题，没有理由。好吧，加油。好，那我们这个赛事活动呢，今天终于是安全的落幕了，平安了，大家都安全下庄。接下来，卡丁车系列赛事节目，请期待我们的第三站永安站，在八月即将，大家又要血战一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这个下雨天把大家搞得乱七八糟，一定有很多人带着狭带一些怨恨，就跟我一样。我们下一站要努力把它拼回来。喜欢影片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